同学请坐。我们接着来看同满形骸是同因也。在佛门当中，我们在道场啊，常常看到有匾额，上面提着因缘果满，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因是因行，啊，就是此地讲的形骸，还是比喻，啊，形骸里面呢，一定是自他二立，啊，佛门里面常讲自利利他，行满，啊，自利利他了，两种都圆满了，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同满。知道这个道理，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把一切诸佛因地上的形骸啊，通通包括进了，啊，总不出这六桩事情，啊，第一个。不施啊，不施能不能得到圆满呢？不行，不施只能够说是圆满，这是这个声闻缘觉的圆满，全教菩萨的圆满，圆教。一尘不叫做布施，叫做供养。那个布施跟供养事是一样啊，心不一样啊。啊，你看看普贤菩萨誓愿啊，就是圆教一尘修学的十个纲。文殊菩萨在华严里面教导我们的十波罗蜜，不是讲不是啊，第一个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第三个广修供养，啊，对一切众生，甚至于对动物，啊，我们饲养去喂它，就是或者供养。不是不是啊，啊，布施里面没有那么恭敬的心呐，啊，这就是每一行里面，这个大经上讲的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这供养里面呢，有礼敬，有称赞。啊，我们称赞菩萨，这菩萨这个话就是称赞了。
对蚊虫蚂蚁啊，蚊虫菩萨、苍蝇菩萨、蚂蚁菩萨，有礼敬，有称赞，有供养啊，供养也有很多很多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种类啊，为他吃的是供养除这个之外，其他一切都帮助他得到安全，帮助他能够生活得很愉快，全都属于供养啊。所以供养里面啊，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特别这是重视的法供养啊，那我们对这些畜生用什么法供养呢？三皈啊，一定会给他说啊，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旁僧就是畜生啊，念佛给他回向啊，也劝导他念佛听经求生净土永脱轮回，法供养啊。那有人要问了，我们干这些事情好像都是迷信，哎，他真懂吗？我说他会懂啊，你怎么知道他懂？啊，有些人啊，说的好听一点，哎，这不过是一种慈悲心、自我安慰而已，未必是真的啊。啊，我们在学了这么多年之后啊，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啊。从哪里知道呢？从一些灵媒传递的讯息。那灵媒是不是迷信呢？不是。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啊，一个也许他在造谣生事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这些传递讯息的人彼此互相都不认识啊，但是见到我跟我说的话呢，居然很多人讲的是一种话于是啊，我相信了，我不怀疑了，几十年来啊，我遇到就很多啊，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我现在知道啊，啊，我们常常这样做，诚诚恳恳这样做啊，没有怀疑心这样做，真有感应啊，这个是儒家讲的是诚则灵。所谓是精诚所至啊，精实为开啊，啊，这精实讲的矿物啊，你真诚到极处啊，连矿物都受感动僧公说法万事点头这个故事传得很久了，石头是不是真的点头呢？好像是真的，不是人故意造的。
啊，将来有机会，啊，我要到这个江浙去旅行啊，这僧公，法师的道场啊，我一定去参礼，啊，我一定去看看万世点头的现场。确有其事，所以迷信这两个字很难说，迷是对于理事不清楚不明白，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叫迷信。离根事没有搞清楚，我不相信，不相信也是迷信，因为你信你的不相信，你那个信也没搞清楚啊，这通通是迷信。那么对于迷信的事怎么办呢？先把信跟不信放在一边，先把它的理事搞清楚搞明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信是正信，你不信也是正信，你就不叫做迷信。凡是没有搞清楚就相信他，这是迷信。那么我这个人是从小就是这么样一个性格，凡是事情搞不清楚叫我去相信他了，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年轻的时候我常常上基督教啊，听讲道啊，牧师也很喜欢我，朋友们也对我非常好，教友劝我去受洗，我跟他讲我现在还没搞清楚，等我搞清楚了我再去灵洗。哪些不清楚呢？我听他们讲道，我看圣经，随随便便我在里面的时候提出问题，好像提出了六七十个问题，他们都不能替我解答，还不说我有理，说我什么？说我太顽固了。那不搞清楚、搞明白的时候，那我这个受洗的时候，我不是甘心情愿的。所以一定要搞得清楚。那么佛法。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我本来对佛法是最排斥的、最反对的，跟社会大众是一样看法了，迷信呐、而我对于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还有好感，好感是什么呢？他们那个道场里面讲道啊，讲经啊。可以常常去听听呢。那佛门里头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讲经的，没听说过。寺庙里面呢，全都是为死人服务的，金灿佛寺、超度亡魂都搞这些。那我们一般是连边际都摸不到。总是老人过世了，搞这么一套了，求个精神上的安慰。哪里说是当真呢？所以我的学佛是从方先生的教诲，是从学术里面进去的。他把佛经看作哲学，给我介绍的
佛经哲学，所以我是从这儿入门的。我对于老师非常尊敬。对于老师的教诲我没有怀疑。为什么呢？他是过来人呐，他绝对不是迷信啊。晚年在学校，大概他老人家50岁以后，我认识他的时候在40多岁，在学校里所开的课全是佛经，在台大他老人家所讲的，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他开这三个系列。以后从台大退休了，辅仁大学聘请他去，他在辅仁博士班开华严哲学。他的晚年呢，我给他计算一下，大概总有25年到30年的时间呢，通通讲佛经。我们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真用功啊，记忆力又好啊，经文重要的地方他都能够背诵啊。引经据典呢，全都能背得下来。我们那时候听了的时候，不能不佩服，比不上他。我们还要查很多参考资料，摆在讲台上，他不需要。他老人家上课从来没有讲义的，不带书本的。我跟他老人家学，那是一个星期2个小时，星期天到他家里，没有书本，没有讲义，真的就好像从前释迦牟尼佛孔子在世一样，那样一种教学的方式，那我们这个记忆力还算是不错。听完之后，在一个星期之内，我能够保持能够记得90%，100%不敢讲啊，90%敢说，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如果写一点笔记的时候回去再写，不是在当时。我们对老师敬仰，对老师尊敬，从这儿入门，入门到若干年之后，因为入门之后我就叫找专家嘛，张家大师这是佛学专家，李老师这是一生研究儒佛也是专家，我找到这两个人啊。学了5、6年之后，我才真正态度转变了。本来以为佛教里头还有一部分是迷信的部分，我们学呢是学哲学这部分，所以十个宗派里面简单讲呢，性相两宗，我们最喜欢的，其他里面说宗教的里头还有迷信，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就不能接受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应当是理想，像孔子所讲《礼记》里头的《礼运大通篇》呢，那是一种理想，不是事实
以为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都是佛家的理想，不是真实的。深入之后啊，这个观念慢慢改变了，知道早年以为佛经里头迷信的这一部分是我们对它的理论学术境界，知识深度不够产生的误会。所以佛法好处，不管你是从哪里进门，只要你好学，到最后啊，你通通都认识清楚了，才知道啊，我们以前讲佛经哲学，那就好像是什么呢？入门呐。认为迷信这一部分呢，哎呀，原来是他的堂，是他的石，我们没有登堂入室啊。在他的门外呀、哲学是在他门外呀、院子里面没进去啊。不知道公师之美呀、方老师的晚年呢也完全进去了。跟我刚刚接触他的时候那个讲法不一样了。我刚刚跟他学的时候，他告诉我佛经里面20%哲学，高深的哲学，80%的迷信，那不要去理他。我们就学这两部门，信仰两种。可是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居然讲华严哲学。讲了那么多东西，晚年再不提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是佛法无比殊胜之处，不怕你有误会，就怕你不肯学，只要好学，你的误会一定会澄清，你的疑虑一定会化解，真正是大学问呐！如果你不能够普遍的供养，心量。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一切众生，我都发愿尽心尽力的供养，诚意，没有一丝毫虚假，真正到了啊！兼贪完全断掉，连这个意念里面都没有见丝毫兼贪，这个供养才圆满。就是六度里头的布施，因缘果满。果满之下呢，在一般讲呢，三种自在。我们现在说是物质的需求绝不会缺乏，智慧圆满，生死自在，那就是健康长寿的圆满。那从自分上来说呢，无量寿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自分上来讲呢，没有生相啊。
啊，什么是身呢？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真身，这个真身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能随众生的感应啊，众生什么样的感呢？自自然然就有应，三十二应，这观世音菩萨的啊，把这个应身呢分为三十二大类啊，每一类无量无边的，没有边际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哪个地方就现身啊，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同时异处，同处异时，同处同时，都能够自自然然现无量无边身，对，圆满啊，布施供养圆满的果得了啊，因缘果满了，你不能不修啊，你要不修，你永远不能圆满。啊，在哪里修呢？就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修。啊，首先心量要拓开。啊，我常常教初学同学们。啊，我们今天最严重的障碍就是第一关不容易突破。第一关能突破，往后就方便了。啊，入门很难。第一关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十六个字，这头一关。啊，头一关突破之后啊，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说，你已经入门了，初信为缘啊，初信为的菩萨了，你入门了，这一关不能突破，你没入门呢。啊，华严经纵然念上三千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都还在，三千遍念了还是在门外没有门啊！修行在哪里修？就在这里修，对于一切人，对于一切事，对于一切物啊，恭恭敬敬，把这些无始界以来的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行为放下啊，自私自利错误的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自信的统统没有这些东西，迷失自信的时候才发生的啊，所以它是迷的相现象，我们今天要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有这些相，苦啊，学掉之后啊，你才知道自在乐啊。啊，你要有勇气，你要有智慧，有智慧把这个事情真相看清楚了，有勇气什么敢学啊？一般人知道这个事情呢，不敢啊，这学掉之后呢，明天我怎么办啊？他害怕啊，不敢轻易学掉，那么换一句话说，永远不能向上提升啊，这个是佛法第一个关口。
那么第二个，持戒圆满。持戒最难的，你要晓得，常时持戒，多长呢？无限量，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大乘教里面讲啊，无量界的修行啊，不止三阿僧祇劫啊，我们读了华严这才晓得啊，大乘教里面常常讲三大僧祇劫啊，没错，经常是这样说。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算起啊，三大僧祇劫成佛啊，就好像我们讲啊，你拿博士学位，拿博士学位好比是成佛，啊，要多少时间呢？得从你上大学那一年开始，进到大学一年级了，大学四年，硕士班两年，博士班两年，算起来要八年。大概总是八年到十年你才能拿到是从大学一年级算起的，前面没算呢。那加上前面时间可长了佛门亦复如是所以前面没算，前面的时间非常非常之长不要说别的吧，就是这入门想入门，想了多少事啊？生生世世都在想啊，就是入不了门。生生世世都在学，也还没入了门，没放下。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戒律。是生活规范，规范不是人制定的那到底从哪里来的呢？佛法里的常讲法而如是意思本来就是这样自性里面功德都是圆满的，自性里头哪里有杀生偷盗淫欲全都没有纯净纯善绝对没有妄语，没有粮食，没有其余，没有倭寇，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自性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恶业怎么来的呢？迷失了自心之后产生的才有杀盗淫妄这个东西出现了，这不是性德。所以在没有见心之前，持戒就是原理凡是自性里头没有的，违背自性的，决定不做所以在坚持十善业我们看一般画的佛像一般画的佛像佛这个头部有个圆光，圆光顶上有三个字那三个字呢
有用中文写的，也有用梵文写的，还有用藏文写的。音都一样 ，Om Aho。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善业。Om 是神，啊，不杀不盗不淫。阿是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哄是意，不贪不嗔不痴。换一句话说，佛顶上那个圆光大圆满，就是十善业的大圆满。你看十善业从初发心就要开始学，学到成佛十善大圆满啊，十善是信德了，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一切众生相同的，啊，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啊！现在起心动念，跟信得成，180度的反方向啊！这反方向呢，那你看这个十善业道图。反方向是往下坠落啊，正的方向是向上提升啊，啊，反方向就往下面去了。那我们再到人道了，人在反面的时候就到畜生道了，畜生道反面就是恶鬼道，恶鬼道在反面就是地狱道啊。啊，我们人道上面是欲界天呢，欲界天上面是色界天呢。色界天在上是无色界天的，无色界天在上是声闻的，声闻在上是缘觉，往上去了啊！所以十善业道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能不能舍？不能舍啊！为什么不能舍呢？它法性是如此啊！你要是舍的时候，信德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要懂得了，成了佛之后啊，圆满了，圆满菩提了，还要不要修十善业？自自然然还是十善业啊，三规五戒一点都没有缺，没有缺乏啊，还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是自分一切诸佛圆满的因同得相同果同啊，果得嘛啊。另外一个意思呢，教化众生，身教啊啊，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你看他的这个十善三规五戒啊，比丘戒、菩萨戒，他是不是具足？条条具足。他是做出来给人看的？不是，他本来就是那样的。啊，你在他身语意三业上找不到一点缺点，圆满的功德嘛。啊，我们今天如果把持戒疏忽掉了，你就没法子圆满了，不但没法子圆满，而且更严重的，你不能向上提升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是什么？信德啊。你看连外国人听了这个讲演之后都深深的感慨说，做人应该要这样。你想想话这个味道，应该要这样，那就是自分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违背这个样子错了啊，这能不学吗？不学就错了。
啊，学《弟子规》就是学做人，做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美的人，就是这样的。啊，这是个基础。啊，再往上提升呢，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里头包括了《弟子规》，《弟子规》是十善业的基础。啊，好像盖房子，十善业是第一层，《弟子规》是地基，一体呀。啊，再往上去呢？那是三规众戒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基础的时候，我们今天受了三规啊，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不管用啊！啊，原因在哪里？没有地基，没有下头一层啊，我们搞空中楼阁啊，只想搞第二层、第三层，下头都不要，结果搞了一辈子。没搞成功啊！如果不从这里觉悟，不从这里回头我们要不想往下坠落，那几乎是不可能啊。那么第三讲到忍辱，忍辱是忍耐啊，有耐心呐，啊，也是常识，绝对没有说时间限制哦。这个科目你修学了几年你就毕业了，没有，没有一样不能忍，在事出事法里头，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明白这个道理，忍辱啊，还要说忍辱，那是多余的。啊，完全融化了。啊，忍辱波罗蜜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融成一体，啊，表现出来什么？是真诚，是仁慈，是博爱，啊，那么在我们没有见性，没有证得法身，就是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你就要学忍耐，特别是在初学啊，没有学佛之前不懂这些道理，也不了解事实真相，听都没听说过，所以对人对事对物总是会坚持自己的成见，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啊，总是要坚持这个。越是往下面去，坚持越坚固，越是不肯放弃，啊，所以愈陷愈深呐。你要是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了，不再坚持了，放弃成见啊，佛教导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叫攀缘呢？坚持自己的成见是攀缘，放弃自己成见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才能够跟一切众生不再结恶缘了。
啊，昨天有个同学到这边来，我想你们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很痛苦啊，我们也非常同情他了。啊，昨天来见我，这是我们亲眼看见，很多同学自己都看到。啊，他身上啊有六七十个众生住在他身上。啊，今天我听说的时候还不止。啊，昨天表演给我看的有八九个。啊，跟我说话口气不一样，态度不一样，音声不一样。啊，那我们就立刻就晓得那不是一个人。啊，昨天我看到的八九个。啊，他们也觉悟了，住在人家身体害人啊。住在那么多啊，这个人很年轻，看这个样子就要倒下去了。啊，他们自己也觉得错了。也叫做难过，出不来。啊，为什么出不来呢？坚固的执着啊！闻到佛法了，一定要晓得。啊，知道要放下，知道要舍弃自己的成见，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不可以冤冤相报啊！啊，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住在人家身体？啊，他告诉我的是，过去生中的冤仇，啊，他们的祖先，好几代之前的祖先，杀害了，怨恨在身，啊，找他后世子孙的麻烦。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你这是害他们，啊，也害了不少人了。将来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他又来害你。你再不服气，还要害他，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何必呢？啊，这叫愚痴啊，这叫迷惑。想开了，想通了，想明白了，啊，我不再搞这个了，我们算了，啊，我也不报复你了，你也不要再报复我了，咱们以后见面都是朋友，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互作，岂不是很好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诸法界众生都不例外啊！啊，宇宙之间事情是非常复杂啊，谁搞得清楚呢？如来清楚了，化身菩萨清楚六道凡夫啊，永远是迷在其中啊！啊，佛菩萨慈悲，应化到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啊，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啊，性相离事因果啊，让我们通达明了，这才肯认真呢、啊。修菩萨道啊，修菩萨道就是修六度万恒啊，希望我们呢也能在短时间因缘果满了啊，自己超越了，解脱了，
一定要发心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苦难众生还在迷惑颠倒。啊，我问他，你为什么来找我？啊，他说得很好。他说，法师，你不排斥我吗？你能接受，所以我来求你帮忙。啊，求你超度。这话说的没错，啊，这么多年来，我逐渐逐渐证明，啊，逐渐逐渐对这桩事情肯定了，啊，所以我发现帮助他们。绝对不是迷信的，啊，所以忍辱波罗蜜能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四功，佛法你不能忍就不能成就。金刚经上说的好啊，一切法得成于人，他那个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啊，世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想成就你没有耐心怎么行啊，特别是如同经上所说的一切逆境啊，你要不能忍，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头常讲啊，华严经讲的又更深了，不但逆境要忍，顺境也要忍啊。为什么呢？顺境里头啊，容易生贪爱，还是生烦恼啊。逆境里头容易生嗔恚啊，那佛在经教里头告诉我们的，嗔恚地狱业因啊，嗔恚心重啊堕地狱啊，贪爱心重啊通恶鬼啊，都是下三道啊啊。所以你要能忍，顺境里面不起贪爱，逆境里头不起嗔恚，永远呢要在境界里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就是正觉真诚。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所以菩提心啊，菩提心这是一道啊，一道从哪里修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思想上有差异，内心里都是一道啊。这正是华严常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啊，一多圆融啊，啊，你从性上看是一，从相上看是多，从理上看是一，哎，从思上看是多，啊，从因上看呢，哎，有同因有异因，果有同果有异果。
啊，有同音异国，有异国同音。你的心要不清净，你怎么能看到真相？这个是菩萨六个修学纲领，我们介绍了三个，第四个是精进。精进是日新又新啊，也是长时间的啊，没有时间限制的。一直到圆满之后，到成佛到究竟圆满了，还要表演精进。那个表演呢是利他的。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要用精进呢去应。今天时间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个精进，我们明天再跟诸位报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懂得学习，首先认识清楚，坚定信心，才能成就。Thank you.